你知道杨幂她整个人的身材比例到底有多性感吗？你可能不知道，许多观众们喜欢她就是因为她的身材很好。今天就来看看这位身材颜值在线，让人羡慕的同时却又让人嫉妒的杨幂，她的身材性感程度到底有多高吧。就在最近的这几天，网络上传出了几张杨幂的最新写真照片，是她在参加综艺时被拍摄下来的画面。她在这次的亮相中身穿一件绿色的打底衫，搭配了一条咖色的工装裤，并戴着一个黑色的口罩。她在这样的搭配之下，能够让人看到了她的身材比例是相当的纤细苗条，但却又十分性感。因为她的胸部事业线是非常的丰满，而且小蛮腰却又十分的纤细，她所给到别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前凸后翘，而让无数女生羡慕，同时也让男生在不少人看到后都表示了挪不开眼睛。随后的杨幂在第二张照片的亮相中则切换了另一套打扮，她身穿一件黑色的上衣，并在胸口的位置上特意露出一个小圈圈，让她的造型看上去更加的性感有魅力了。据说他们参加的这一次综艺名叫《密室大逃脱》，而这次的出席也已经不是第一届，在以往的参加中深受了观众们喜爱。当看完这几张照片后，相信大部分的网友们多少都会羡慕一下杨幂，可能只有那些嫉妒的人可能才会在留言区中吐槽她除了身材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但不管怎么说，杨幂的身材比例是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因为这一点在以往的照片中不少人都看到过的，并都表示了那身材确实很好。记得前一阵子时她现身另一个综艺中还被拍摄了几张路透照出来，在当时的她从车上走下来时，身穿一件白色的背心，戴着一个黑色棒球帽，并搭配一条格子休闲裤。她在那样的打扮下，不仅秀出了苗条的身材，同时还能让人看到了她那丰满的事业线，真的很有魅力。当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知道有的人一定会吐槽她除了身材之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即使如此，也阻挡不了别人对杨幂的那份性感表示十分的喜爱，甚至还让一些男生都挪不开眼睛去。从这些细节看上去，至少还是证明了杨幂她在娱乐圈中的表现确实让人很羡慕，同时又让人嫉妒。然而许多人也是知道的，作为一位一线女明星，杨幂的名誉以及和诽谤其实都是掺半的。毕竟她的知名度大，认识她的人很多，所以喜欢她的人多了，自然也有讨厌她的人或者眼红她的人。最后，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杨幂漂亮吗？你喜不喜欢她呢？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Das war ein Befehl! Der Angriff Steiners war ein Befehl! Mein Führer, ich kann nicht zulassen, dass die Soldaten, die für Sie verbringen... Ist das Feiglinge, Verräter, Versager! Sie sind ohne